今天教大家编这款玉米结手绳。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用两根线编一条手绳的第十二种方式。今天呢，我们采用玉米结的方式。准备好两根线，两根线呢都找到它的中间位置。我们先任意取一根，开头呢留上一到两厘米的距离，打一个折结。这里呢，我们是做一个纽扣啊。打好折结之后呢，把另一根线拿过来，它的中间位置放在我们打好折结这根线的这里。接下来开始做玉米结，任意取这四根中的一根线，我们随便取一根搭，以顺时针的方向搭在第二根上，第二根搭在第三根上，第三根搭在第四根上，第四根呢穿过第一根的圈，就是形成的那个圈，然后把这些所有的线都拉紧。圆形玉米结的编法，如果你是顺时针一圈逆时针一圈呢，它是方形玉米结的编法。这里呢，你选取的第一根线呢，可以是任意一根，我们没有规定，只要是顺时针就行。就是一直重复，编到合适长度后，直接把四根线收起来，随意的取两根打一个折结。我觉得它有点不紧的话，再来一个。把折结的这两根线连进去，
带了两根，我们来做蛇结收尾，给它留一小段气体呢，打一个，打两个蛇结。